優しい指の横で仲のように愛を一つまたねまたね。来的时候会不会很热？结果现在热到死。我算你看，蓝云顶很热，这个谣言是真的。大家欢迎进来排队。电话贵重物品放在这边。哦，湿哒哒的。我们要滑下去了啊！
我们刚刚还为我们做第一个位开心，是我们后悔哦，是哇，你看。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啊！你要湿哒哒就好玩了。还要再玩吗？你看我的电话。对呀、啊。刘海还在吗？哎，没有刘海，这个没有刘海，我刘海落了。屁股是吗？没有，哪里？哦，这个这边吃掉大块，对不住哎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还行，就是头发乱了。不 care 了，算了。为什么他们脱掉帐篷啊？等下我们上去看一下，我们会嗨吗？可以坐三个人啊，那两个小孩子，两个女儿，小孩子，嗯，小孩子坐中间。跳楼机在摇哎，好可怕哦！部分游乐设施暂时关闭，
所以没机会玩的。部分游乐设施放弃玩，咖啡杯、飞兔、飞高高，无聊。障碍挑战，穿裙打咩？旋转木马，幼稚。我回去啦，回家了，紧皮的紧。好的，盖这无戏喂，哇，冷吗？冷吗？真的吗？很冷，好冷哦。真的，终于来到晚上了才觉得冷，声音都发抖啊！哎呀，好冷啊！真的有人哎。家喽，坐缆车了，你害怕吗？这么快？你看这什么姿势来的？这样坐比较稳。你不是讲不会的吗？很恐怖！你这个不出息的家伙。好快的嘞！这个画面它这样子，哇！哎，我们现在还玩过缆车吗？哇！你知道那个线，你懂吗？线，然后是线，你不懂，你这样子很难听，很好笑。这个姿势从刚才上缆车到现在都是这样，什么动？没有动过。有两只 husky 在这边。看到了那个抖抖抖的，抖抖抖。原来是没看到这个嘞。又度过了一个难关。是的，恭喜恭喜，一定要放奖给你。哇，晋级了，晋级了。晋级了，看消毒第一哦，人人有责。